我们学佛的日常生活和佛学理论应紧密相连。学佛人不能在观音堂念经回家就忘记了自己是个学佛人，这样会让别人对佛法产生看法，同时也会给佛法的声誉造成影响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师父说，有时候别人说你根本不像学佛人，你嗔怒更不像。师父还说，这就是你的觉悟还不到位。所以一个人要真正的觉悟，更需要表里一致，践行一致，才能超脱自我。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师父谢谢您，我会记住师父的叮咛，今生都牢牢记着，好好修报佛恩。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跟观世音菩萨好好修，永不退转。33岁那年刚接触佛法，那时候是我的369关节，开电车被撞飞，电车都坏了，人也没出大事，只有手受伤，很痛很痛，根本干不了活，也没办法工作。被撞后几天，就梦到师父到梦里来给我擦药，然后第二天手就没有那么痛了，可以去干活了。师父法身太厉害了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，很好，很灵验。感恩同修的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师父，弟子一定好好修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还记得几个月前，梦里您离开了我们，弟子们哭得很伤心。这时，天上出现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莲花，上面坐着一尊佛。我知道那就是师父您。您说，等我们回家，弟子一定不会忘记的，弟子一定好好修。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无论师父在哪里，师父永远在你们每个孩子的心里。弟子感恩您的救赎，您永远在我的心中，永远是我的恩师慈父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。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。有一个性子特别急的年轻人，到隔壁一幢大楼去看朋友。他来到大楼下面，就是按下了门铃，冰嘣冰嘣，门铃响了两声，里面没有动静。这个人等不及了，马上就返回家。刚走了几步，又觉得我从家里这么下楼回去不甘心，又回到门前。冰嘣冰嘣，又来了两下。这一次他一看还是没有回音，他没有耐心了，他等不及了，又回去了。他想一想，我还是回来吧，再试试看，说不定他在家呢。这一次当他刚把门铃按响，冰嘣，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只觉得脖子一凉，浑身上下被浇了个冷水透。原来他的朋友一直在家里，几次来开门，外面都没有动静。他怀疑有人捣蛋，就从楼上向下面泼了一瓢冷水作为报复。这样去按门铃的朋友会被飘一泼冷水，那么我们修改命运的门铃又怎么能不被命运泼一盘冷水呢？刚学佛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一求就灵，一看菩萨你保佑我呀，怎么还没灵啊？啊，马上不学了，犹如刚刚种下去的稻谷，不可能马上长出
生活的幸福，因为人的幸福和命运是需要等待的。尤其在命运的门前，你如果着急，灾难就像一盆凉水会从你头上浇到你的脚下。种因必定得果，不管善恶种子，只要你种下去，你一定会长出来。所以我们学佛人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，你一定会得到真实的果实。记住了，喜欢好人，把自己就要变成一个好人，天天拜佛，就要把自己修成一个佛，并非拥有是幸福，记住，问心无愧才是最快乐、最幸福啊！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。看到一点点事就不愉快，说明你的心态当下正处于不愉快当中，知不快马上调整，这就是随缘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